没有了。让回忆他说好他去。这真的是难以想象，在这个森林居然有人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你们仔细看他的脚似乎受伤了，我们该上前去帮帮他吗？如果是诈骗集团那该怎么办？这么瘦弱会不会被抓起来？哦，别担心，这不会有事的，我们应该要做个好心人，去帮助一个受伤的人。可是我们还要去找阿妈，没有时间了，只是我他一个人可以自己解决。不敢相信你们既然有这种放下他的念头，这样他实在太可怜。他真的受伤了，去吧，救他吧，别丢下他不管，因为我们都是好心善良人，帮助他人是我的准则。就这样吧，帮他。哎，我可不可以走了啦？在歌唱，那些人正望着走过来，这是我将要天南森林唯一希望，我必须请求他们留下来帮帮我。啊啊！去吧，救他吧，他真的受伤了。去吧，救他吧，别假装看不见，因为我们都是好心善良人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们现在是要唱多久啊？哎，可是那个音乐剧跟歌剧都是这样搞的啊。哎，我在唱歌是在延伸舒展我的情绪啊，不然你以为那个什么茶花女是不是？她都快死掉了，怎么还可以唱那么久？但是请快点，大叔的脚很痛。去吧，去吧，把他真的受伤了。就他吧，别丢下他不管，因为我们都是好心善良人，帮助他人是我的准则。去吧，就他吧，他真的受伤了。去吧，就他吧，别丢下他不管，别丢下我不管。我们都是好心善良人。